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回到 Wellington WA1 去看一间四房的 semi detached house。 它原迹就本来是一间三房，但因为业主在地下做扩建，它就起一间房，而且它在一楼将一间房一开二，今天变成五房，那我就不计算它五房了，我当它四房的 semi detached house 就算数了。业主的叫价是£2,400，是一个 leasehold land 来的。咁呢间有乜特色呢？就係个业主咧喺地下边咧已经做过扩建啦，咁同埋咧佢个装修咧真系几靓嘅，大家系可以即买即住嘅。随着拉仁哥团队喺英国业务嘅扩充咧，而家公开招聘 Birmingham、Reading、Milton Keynes、伦敦、Bristol 同埋苏格兰嘅兼职嘅职位，有意者咧可以跟我哋联络嘅，联络嘅 WhatsApp 号码咧就系+44794633168嘅。大家好啊，我系拉仁哥。我的 YouTube 频道主动大家分享英国的楼盘和移民英国的资讯，如果大家见到有广告的话，请帮手看下，请帮手订阅和分享给朋友，还要按在旁边的钟仔，那我一有新片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给大家的。我已经送出了这个移民英国电子书的第一册的，第一册的内容就是由你计划移民去英国写到入境英国为止的。如果大家还未有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的 WhatsApp 群发群组的 WhatsApp 号码就是+44794633168嘅，到10,000个订阅嗰阵时就会送出移民英国嘅电子书嘅第二册。呢一册嘅电子书咧系会由你入境英国嘅研做嚟嘅，例如喺英国租楼同埋卖楼嘅过程同埋技巧啦，税务啊，开英国公司啊，点样搵学校啊，喺英国生活嘅花絮咁样嘅，希望大家帮手多啲分享同埋推荐俾朋友。而移民英国电子书嘅第二册咧，而家就开放俾观众们咧就广告赞助，有兴趣嘅观众咧可以 WhatsApp 联络我哋嘅。最近英镑就大跌，很多美国人和香港人就觉得英国买楼，很多时楼盘在拍片之后几天就已经是售出了。YouTube 出的泰楼片大多是个几星期前拍的，所以经常出现有观众查询楼盘的时候，这个物业已经是售出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决定建立一个巴一的群发群组，就是拉仁哥的英国楼盘速递，将拍好的片就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潜在的买家。WhatsApp 号码就是+44794633168嘅，有兴趣的买家可以加入呢个个群组嘅。我哋先嚟睇下个 floor plan 咧，大家就会觉得呢间屋咧系好抵噶啦。嗱，我哋行入去咧就会有个hall 啦，个 hall 嘅左手边咧就有个 living room 啦。咁行前啲咧就系一个厨房同埋一个饭厅位，佢有埲墙咧将个厨房咧同埋嗰个饭厅位咧就隔开咗嘅。佢个饭厅位咧系一个扩建嚟嘅。咁佢除咗呢个扩建之外咧，佢仲喺下边咧就起咗一间 office 或者一个 bedroom 嘅。呢间屋有咩特色咧？除咗你喺屋前可以泊两架车之外咧，咁佢真系有一个车房嘅，个车房都相当之大嘅。但系大家咧可以将佢改建做一个 office 都可以嘅。上到一楼咧，你就会见到有四间房同埋一个浴室噶啦。咁佢其中一间房咧，系将一间房咧就劏为两间，所以变咗上边咧有四间房啦。咁你加埋下边嗰间房咧，所以我头先话点解系五间房咧？咁我都唔计佢五房啦，我当佢四房就算数啦。咁我唔阻大家太多时间，先嚟去片睇睇呢间屋嘅质素又如何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就去 WA1 睇下呢个盘啦。咁呢个盘咧都我觉得都几有特色嘅，系啦。咁啊 ，semi detached。咁首先這個佢個 garage 都處理過嘅。好，咁我哋入去啦。咁啊，玄關啦。OK，thank you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咧就入咗去嗰、那个客厅啦，系啦，咁样都几靓嘅。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跟住入嚟咧就系、是、个厨房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呢日积咧，佢咁样整咧，其实都唔错嘅。咁佢呢个开放式厨房啦，跟住咧嗱，咁佢呢度咧，睇翻呢度。佢咧就將呢度咧就整咗間房俾小朋友住嘅。好，咁啊呢度咧空間啦，嚇呢度咧就做咗 extension， 由呢度 extension 嚟噶，係啦，見到個窗，跟住咧就可以玩啊、睇電視啊之類。咁佢出邊咧個佢都整處理過嘅，
咁首先咧讲下地下啲地砖先啦，咁佢又换晒啲地砖啦。咁呢度咧就做咗个人造草，咁啊夏天咧就唔使担心要处理花园啦。咁我哋睇翻后边啦，嗱呢嚿咧就系个 extension 嚟嘅，你睇佢弹佢整咗出嚟咧就都几大空间嘅。吓呢家咧就留意一下呢啲咧，其实咧就一来咧整呢家一来贵啦，二来咧个时间好长嘅。咁啊，呢边咧，佢呢度仲有一个first hole 系摆喺呢度嘅，即系入边有一储物室啦。咁呢度咧，佢再可以摆嘢喺呢度呢个位置。所以呢个盘咧，其实佢啲空间用得几好嘅，系啦，所以我都推介呢度，好几舒服嘅。好，咁我哋已经入翻嚟啦。好，系呢个咁样嘅，咁啊呢度。再上翻去 ，I'm going up. Yeah, okay. Thank you. 好，咁我哋上嚟啦。咁佢咧呢度咧，佢咧就再间多间房间睇睇啦。首先睇个洗手间先啦。咁啊，洗手间，啲墙身都 OK 嘅。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睇下佢个主人房啦。好，好，我慢慢行啦。咁啊，呢间本身咧就系间房咧，佢就间多间 B B 房出嚟嘅。咁啊，呢幅墙咧就系佢间出嚟啦。咁呢度有个 B B 床啦。OK， 咁佢呢度咧就有个本身咧，佢其实主人房就系呢间嚟嘅。咁佢多小朋友啊，咁咪就再整多间咁嘅房出嚟啦。好，咁出边个街景啦，我一阵会出去再影下俾大家嘅。慢慢行啦，咁呢度仲有一间房。OK， 咁啊，有啲咩帮手揾我哋出声 ？Thank you。街景先啦，就睇下呢个盘嘅街景系啊 ，W 一嘅系，咁喺呢度啦，都几舒服啦，其实。嗱，片睇完啦，大家系咪觉得呢间屋都系两个特征啦？一个咧就系多房啦，第二个特征咧就系个装修都几新正嘅，所以大家咧如果买咗可以即买即住。如果大家对呢间屋有兴趣，可以联络我哋嘅，我哋个 WhatsApp 号码就系+44啦，794-6633-168嘅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兰哥，我嘅 YouTube 频道咧主要同大家分享英国嘅楼盘同埋移民英国嘅资讯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话，请俾个 like 我啊，请帮手订阅个分享俾朋友，仲要按埋旁边嘅钟仔啊，咁有新片嘅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俾大家噶啦。请帮手 follow 埋我 Facebook 同埋 IG account 啦，拜拜。